我是 Jesse Lee， 是一個攝影設計師。我的靈感一直是來自於我去探討怎樣去打破西方流行文化裡面的經典光影形象，從而去表現出這個脆弱之中的美。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一個結婚蛋糕和 Rocker 的他們的 jacket，都是經歷了不同的事和破損，而再去修補，變得越來越靚，和有不可取代的價值。我就透過創新的刺繡工藝和 3D 打印，加上 relax 又舒服的剪裁，去想將擁抱脆弱的這個態度帶入去大家的日常生活和每一日的旅程之中。